今天真的很害怕，很害怕，仆街啊，金毛，真的瀨曬嘢。Hello， 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宅男俱樂部。呢一樣嘢咧，我相信大家都見過啦。咁啊，應該好多日本嘅 YouTuber 都拍過啦。冇錯，我哋嘅 Hika Ken 都有拍過。Hika Ken 啊，好少我就係睇完佢咧，我先會知道有呢個產品。咁其實鼻毛咧，對於 Anson 嚟講咧，係一個好可惡嘅毛嚟啊！知點解咧？因為其實咧，去到 Anson 呢個年紀嘅時候咧，開始有時有啲鼻毛會叉出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問題係咧。佢拆出嚟我剪唔緊要啦，但問題係佢有時喺親我工作社交中嘅情況下，突咗一條出嚟，係啦，係非常之可惡嘅一件事。其實鼻毛有冇偷薄呢一回事？同我髮型師咯，可唔可以偷薄下啲鼻毛？咁但係鼻毛咧又唔可以冇曬喎，冇曬嘅話咧，你呼吸直接吸上去嘅時候咧，因為鼻毛嘅作用就係隔住啲塵。細菌令到你不可以直接吸入個鼻嗰度嘛，但問題係咧，依家咧鼻毛冇曬嘅話咧，啲嘢就直接入曬去啦。所以咧，今次如果掹完呢個鼻毛嘅話咧，我哋要戴口罩。係，大家要戴住口罩，可能戴幾日啦。咁啊，但係因為基於我哋係玩命俱樂部啦，所以咧，我哋係會挑戰呢個掹鼻毛嘅。啊嚟啦！不如拆開睇下入面咩料先。好，噔噔噔噔。喂，呢個就係好似插落鼻哥窿嗰嚿嘢度。係嗰條嘢啦。呢一啲咧係蜜蠟。是蠟的固體，俾大家睇下，佢係咁嘅形狀啊，一粒粒咁樣。大家睇下啦，咁佢原理就係攞個杯啦，攞個杯佢放啲一粒粒嘢落去啦，係，之後就喺下面擺熱水整溶佢或者叮熱佢，跟住就整溶佢啦。係，趁呢個時候咧，就用我支棒攣啲我啲嘢啦，係，跟住就塞落鼻哥窿度啦，咁等佢乾嘅時候就一嘢掹落嚟。我唔明點解呢個人掹得咁 high 嘅。我睇下佢个样系点啊 ？M 嚟嘅，终极大 M 嚟咯。佢咁啊 ，Yeah！ 好想啊。咁依家就攞去叮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叮完个蜜蜡啦，俾大家睇下佢系咁样液体啊，已经。咁啊，就要等佢一分钟啦，因为咧咁热咧，一嘢插落个鼻度咧，个鼻真系唔使要噶啦。咁啊，唞唔到气，系嚟啦，系有个口啊。啊，好热啊！啊，好热啊！好热、啊！阿 Ken 你好 man 啊，阿 Ken， 好 man 啊！你好 man， 但我个样依家应该唔系好 man， 应该好搞笑。呢个样系世界上最 man 嘅阿 Ken。嗱，俾我平复一下心情先。等阵先啦，因为其实你做呢啲嘢咧，真系要好大勇气啊。所以其实咧 ，Anson 咁样咧系正常噶。因為我已經唞唔到氣，講嘢好辛苦。我唔知點解咧，我到底叫阿 Ken 你拍翻俱樂部係啱唔啱？啱噶，因為其實即係我覺得佢係已經比我認識佢嗰時係大膽咗好多。係，冇錯。以前我大膽過佢，依家佢係大膽過好多倍。我掹噶咯，你覺得 OK 噶啦？應該啊啊啊！啊！合得，嚟嗰只一二三，流晒眼水喎！哇！哇！你咪從來冇剪過鼻毛嘅啫。我冇啊！哇！通曬個鼻，好痛啊！好核突啊！但係都要俾大家睇下。哇！係連根拔起啊！哇！你見到啲毛囊喺入邊，哇！可能有啲鼻屎啊，唔好意思啦嚇。啊！你冇突出嚟條鼻毛冇突。冇曬，即係哇！係流眼水嘅，係會流眼水。唔係因為騷喎痛嘅，即係騷。騷嗰度反而冇咩嘢。冇咩，冇咩嘢，痛系个鼻，依家个鼻侧边咧系好凉爽嘅一种感觉啦，即系因为揦啊揦住揦住嘅感觉。我而家帮你翻热噶啦，咁而家咁样就好卵新。喂，唔好啦，大佬，好卵新旧。诶，唔系，我依家仲得喎 ，Anson。等阵先，唔得 ，sorry， 大佬 ，sorry 大佬 ，Anson， 我翻入你玩。因为 Anson 咧，你系咪已经唔谂住玩噶啦？我真系觉得好卵恐怖。咁啊，基於 Anson， 對唔住啊，各位觀眾，對唔住，唔使對唔住啊，唔使對唔住，我哋要做翻應有嘅懲罰嘅，不過係會喺另外一條片出。咁咧懲罰咧
的內容呢就給大家想了，在下面留言了，大家想做什麼，是的，什麼奉獻菊花啊，奉獻菊花他都 OK 的，其實即是連奉獻菊花都不想玩這個玩真的很恐怖你知唔知我先？即系咧，你知唔知我原本咧，你未掹咧，我惊嘅程度系咁多度咧。你我睇完你掹完，我惊，即系你真我你望住隔篱一个人，哇！唔系真系要啊，要流鼻流晒眼水咁样，系真系要啊！你明唔明个感觉？个心理压力几大啊？嗰个阴影系几高？个阴影面积系应该系你玩先啊！其实唔系，应该大家都唔好玩，即系生命宝贵啊 ！Ken， 嗱，我本身咧就系谂住咧，大家体验完。之后咧，我哋试下猜包剪揼，输咗嗰个咧，搽匀成块面嘅，即系包括由额头开始啦。阿 Ken， 你咪即系你打算系咪唔要呢块面？唔系，即系打算唔要命啦。唔系，因为我相信，因为蛇咧脱皮咧都滑捋捋噶嘛。咁我相信，如果我咁样再脱皮，应该会就滑捋捋咯。Anson， 猜包剪揼噶啦。点解要咁玩啊？呢个咩啊？猜包剪揼咯，搽面咯。好唔好啊？啊！嚟咯，包剪揼一个拳头，呢个人生最捻胜利嘅拳头嚟啊！OK， 人生入面最捻 OK， 好。我想俱乐部咧，即系已经有一个已经被社会压迫咗，已经搞到 Tony 已经变咗社畜啦，已经。咁但系问题，我唔想有个 partner 死啊！即系就算 Tony 喺度，我都知佢生存紧啊！我唔想有 partner 死咗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好啊，依家即刻叮咗成杯佢，希望佢查得晒我成块面。因為其實咁嘅，阿 Ken 同埋就想收埋尾喎，所以順便幫佢收埋尾。冇錯。係啊，咁啊用納試下收咗先，有啲咩位置就再後補整一整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你查，你可以查咗下面嗰啲位置。哦，好啊。咁之後我再幫你處理尾嘅位置啦。幾好型，我覺得自己。我不如咁樣行出街。究竟會怎樣呢？觀眾，救救阿 Ken 啊！幫我救回我 partner 回來啊，觀眾們！好，塊面先啦，因為呢個甩甩地啦，其實都甩咗啲啲啦。痛唔痛啊？脱皮咁嘅感覺啦，少少痛啊。因為冇咩毛，哎呀，呢度啲須，哎呀。哇！但係咁樣掹完啲須，咪應該難生好多啊？我諗係啩？呢個位又多須啲嘅，所以好痛啊！有啲痛。掹咗额头先啊，最高。我掹咗额头先，好嚟。应该冇乜嘢嗰啲。额头冇乜嘢，好轻松咁样，因为佢有少少油咧。我唔好光滑啊，好嚟咯。哇，系 feel 到有乜？掹。哇！有 feel 啊，有 feel 啊。呢啲杂毛啊，呢啲就系。有 feel 啊！大家见唔见到啊？其实成功啊！条尾系真系粗到一个点啊，即系杂毛多到爆炸啲杂毛。哇清晒喎，唔知大家见面到清晒喎，真係。哇呢、這个原来係掹到眉毛㗎，掹到杂毛㗎，俾大家睇下。杂毛囉，但係未真係未叫收得靚啦。哦，但係都 OK 㗎，其实我觉得。收啲外围杂毛。跟住掹埋呢个先。痛啊。呢次呀唔係好痛啦。哇。
好成功啊！好成功，未好成功，酥就可能因为话你即刻清爽咗个样，个样清爽咗。咁不如反正都系啦，我哋收埋条尾啦，好嘛？收埋条尾，哦，原来有带埋架餐，哇，好啊，好啊，太好啦，太好。咁啊，唔该 Anson。其實 Anson 可以加入呢個 beauty 界，其實大家見唔見？唔知道大家見面到其實收得非常之好，但其實應該要剪短埋咯，剪短埋會仲好睇咯。不過就係因為基於時間問題啦，所以就咁啊，跟住呢一條片咧就改裝咗塊面，我覺得自己已經係完全改裝咗自己塊面。但係到最後用部機咯，係啊，最後因為部機咁啊，好啦，咁跟住呢條片希望大家中意啦。咁啊，我哋今條片就係咁多啦。拜拜，搞掂。